宇宙里边所发，特里波所发，看到，天上有个东西在旋转，没有规律的旋转，但是我们知道那是，那叫他们擦转器的，这个我们，川普以这个为名，给我们，这个控制一直在做，最初我们描述了一些，能够说得清运动规律的擦转器，实际上启动很多很多的那运动规律是很难描述的，要用数学方式什么，函数的形式之类的，实际上数学很复杂，但是宇宙里边存在这些的东西很多，告诉我们这么一个信息，给我们传递宇宙信息的很多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。